们是 AKB48 Team SH。今天我们 Team SH 来到了哪里呢？迪士尼。对，非常感谢迪士尼的伙伴们邀请我们 Team SH 来到缤纷春日生日主题会。哇，好，今天迪士尼的朋友们也给我们准备了丰盛的礼物和好吃的东西，所以呢，大家要通过一些小小的体验项目体验来赢得这些礼品和奖励。现在第一关我们要到达的就是矿山车，毛毛接一下任务卡片。矿山车，矿山车，矿山车，不是过山车。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冷静一点，这个也要软。矿山车任务，每组轮流进行矿山车挑战，从四句口号中抽签决定在矿山车进行过程中需要喊出的内容。口号一，我们是 AKB48 Team SH。口号二，我们新歌是 No Way Man。口号三，我们出道100天啦。口号四 ，AKB48 Team SH 加油！成功的组员将在午餐时间获得主题套餐。天哪，还有一件失败的组员将只能吃套餐的白米饭，好惨。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奖励，就是先喊出来的那一组成员，我们将给到他其他的特别奖励。听懂了吗？听懂了。现在剪刀石头布决定抽选口号吧。第一组出现了，我们是第二，我们是二，有什么呀？你们是我啊？你们可以先选，我们选少，我们出道100天了。好，好了，我们现在分好了耶！准备好了吗？然后每一组说一下自己的组名和选取的口号，现在我们就要向着矿山车出发了，准备好了吗？来，第一组，我们是豪华套餐组，我们的口号是我们出道100天啦。好，第二组是我们的组名是天使的羽毛。我觉得非常符合迪士尼的这个是吧氛围。然后我们的喊出的内容是我们新歌是 No Way Man。然后我们组名的口号是天使的羽毛，纯净的赢得比赛。这什么鬼啊！第三组，我们是婉婉丽丽组，我们选择的口号是我们是 AKB48 Team SH。 哇，你们组名的口号呢？我们组名的口号是没有没有，谢谢。可以。1、2、3，我们的组名是相亲相爱一家人。哇，好顺利哦。口号，我们的口号是 AKB48 Team SH 加油。好，大家准备好了吗？现在我们要出发矿山车了。这里是 SHDR 现场。哎，我们现在在矿山车的下面。你在紧张吗？不紧张，我一点都不紧张。行，看你的紧张。我紧张，我一点都不紧张。我就觉得这个很 easy， 就是小孩子做的，我怎么才会紧张呢？你们把东西先摘下来吧，要准备了吗？好。出道100天了，所以我们可以拥有豪华套餐吗？我觉得我受到了抨击。他们说一点都不吓人，结果我全程都在尖叫，我真的觉得好高好吓。嗓子已经哑掉了。我真的好认真，我一直在重复大家好，我们是 AKB48 Team SH。 结果这个人站在旁边，好高，哇，真的有点
太吓人了，真的很高，真的很吓人。我到那个坡度我就觉得不太对劲，然后就真的只有我一个人在喊那个口号。我觉得全程我和丽丽的尖叫声此起彼伏，我觉得可能整个坐矿车的人都只有我和丽丽在叫。他们已经出来了，毛卫家一副要哭了的样子。听到了，好大一声。哦，你们在是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在叫？那是我肚子在叫，不是我全叫。那你肚子叫的很大，是这个在叫。是的，小 K。反正 K 电影这组有了我，已经成功了一半。我全程都在说，我也全程都在说，我没有一秒停下来。我也是。不，毛维嘉除了在平稳行驶的时候，我听到他说了一句"我们的新歌是 No Woman"， 其他时代他都在啊啊！没有，我就说我们的新歌是 No Woman。这里是 SH 第二现场，我们在这边给他们留一桌，就取名为白米饭桌。这里是豪华套餐桌。那你能不能给我们找一张米和一张纸呢？你画饼充饥吗？好的。老师，天哪！那我可以写字吗，老师？写。结局已经被我们内定，你写的好看一点。哎，我们再写个豪华套餐放我们自己桌。对。哎，大家展示一下，这是他们白米饭桌，是大家统一决定的哦，没有人举反对票哦。对，没有人哦。然后我们这个公平、公正、公开，有点浮夸了，说实话。是的，但是。贴在胸口。欢迎光临！你们已经输了，老师给的你们是白米饭组。他们肯定换掉了。你问夏夏老师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快点头，点头。看。所以你们是没有的。我们说了的。是这样的吗？原来。哎，有人分不清了呢吗？哎，朱琳，露娜来拿蓝，你自己也没有问题。什么东西？所以你们不都是四川人？我会说露娜来拿，露娜来拿。还说什么意思啊？就是打游戏，打游戏的时候嘛，露娜有个英雄叫露娜，然后有那个蓝爸爸露露娜来拿蓝，露露娜来拿蓝，可以啊可以。牛郎年年恋刘娘，牛郎年年恋刘娘，就是刘娘啊，刘娘刘娘连连，是连连是连连念牛郎。谢谢，哇，是我们的，对对对，没有错，哇，谢谢，酸软，我看不到，我想要这个米老鼠，我不挡，毛维嘉，毛维嘉，我们是好姐妹吗？我们是，快点上来展示，我就喝了一口了，好可爱哦，谢谢老师呢。哎，还有四个人分一碗，好惨、哦。那有勺子吗？总不能手抓吧？啊！哦，谢谢老师呢，真周到。这个米饭挺好的，好在哪里呢？它非常的圆，对，而且一般盛的米饭就不同，可以看出就是厨师非常用心熬的造型。对，而且你知道吗？就是这个米饭它好像它纯洁白，不像某些人啊，心都黑了。要不是。走吧，小心点，这个在前面。
蛋糕，这个。这是什么？这个。啊，这里。好。中再往里走走。但是那里前面就出去了。是的吧？你说是那个蝴蝶吗？我想吃吧。啊。我们差了一个。我们出来了。准备好了吗？好了，开始。四块钱。我总共用了三张。准备好了吗？你们可以走了。准备好了，走。我觉得那比我们难找哎。我打开了门。我们贿赂一下工作人员。你好。好嘞，谢谢。我简直是个小精鬼。等一下。哦，哎，手机不要卡，你这边挡一挡。哦，我们现在换一张纸，来，你先看这个。哎，这个，是他吧？是。快！我看到了。那这向前，查，那应该就在这儿。这儿。走，从哪走？从哪走？新工作了已经。啊，我们往前走一走试试吧。怎么会这样？没有看到。哎，可以了。那真的完蛋了。你们玩完了，情况怎么样？我们有两个没找到。准备好了吗？开始拆。这是四张图吗？还是八张？哦，怎么这么多图啊？我知道。哎，是不是找到第一个了？这个门。拍一张。我们要把这个露出来，安琪。知道，这样。啊，怎么就八分钟了？怎么这么快啊？时间过的，我觉得我有点菜，安琪。向前，草去向前，哦，找到这个向前了，可以。OK， 这个左走，马上向右走，马上的，一起。这是只脚吗？疯帽子的茶会。我觉得我们要失败了。好像也没有。哎，这哎呦，行。怎么两分钟了？就是要在结束之前到那边。好，那我们走吧。哎，你会不会在这里也有吗？来吧，加油！开始了吗？加油！你们怎么知道？我没有，就是把这眼睛往后引，大腿往后引。找到了吗？找了两个，耶！我们不是最少的，耶！找了几个？七个！哇！好厉害！超厉害！第二组，我们找到了六个。哇！哎，七。我们找到了。第三组，我们找到了四个，耶！下一个任务地点，如果你们胜利了之后，还是可以获得下午茶。好，这里是 SH 第二现场。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哪里？雷神。
SH 第二现场的任务开始了。漂流任务，以两组作为一个批次，加上一名 staff 一起乘坐一个艇， staff 负责监督成员在漂流过程中，如果有成员尖叫的话，我们就会输。啊，那这次不是输了吗？天哪，但是我们湿透了，从头到脚。走的那个爱丽丝仙境嘛，就是在那里面特别特别好看。我就觉得吧，就当你不开心的时候，然后来到这里，你就会觉得就把不开心的事情都放在外面，然后你像进入了一个童话故事一样。花车马上就几分钟就是要开始了，那我们也希望就是想要来迪士尼度过愉快时光的朋友们也可以多来迪士尼哦，然后和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这边就是丰富多彩的生活，然后也可以留下很美好的回忆。好像等会儿花车马上就来了，几分钟之后就来了。
新世界了。SHD 二现场，现在我们身处的地方是在城堡里面，是不是？对。我们现在是什么？八位公主。好漂亮。哦、九位公主，九位公主，是不是？那大家有什么特别想要，就是对这个城堡里面感想是怎么样的？好漂亮，好看。谢谢迪士尼邀请我们来这里做。对。那哪一个就是游玩的项目让你们觉得最难忘，或者是下次还有想去尝试哪一些项目的吗？花车，一个个来，一个 Kitty 来，花车吗？玩完呢？其实我觉得我还是再想去一次爱丽丝梦游仙境的迷宫，因为我们今天做任务嘛，就直冲冲的，就是很多很好看的地方，我就这样子路过了，我觉得有点可惜。对，所以下次有机会希望可以好好的参观一下。念念呢？我觉得我最难忘的也是那个花车，因为我觉得看完花车之后就整个人就哇好兴奋好开心，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觉得可以忘记所有烦恼的那种，自己心灵都被治愈了的感觉。我觉得我也是花车。花车是吗？就是花车真的是感觉就是特别的梦幻，然后看到那么多以前看过的迪士尼的作品，然后就是出现在我面前，真的好开心，然后就是很想下次再玩，是吗？那朵朵呢？我也是想再进入一次爱丽丝梦游仙境，因为我超级喜欢柴郡猫，但这次因为就是太急了，我都没有在山洞里面找到它，然后戴姐就尖叫着拉着我走了。我想再坐一次小矿车，因为你们都说一点都不吓人，但是我全程都在尖叫。安琪呢？我最想玩的是冲天暴暴龙赛车。耶耶，好 U 型的直上直下，好吓人，好吓人哦。然后好玩的肯定是今天的花车巡游。对，旁边群跟我互动了，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大家说的那个花车，那真的就是那15分钟之内真的就让人就是不开心的事情就
立马会觉得非常非常开心，而就是那些迪士尼的朋友们给你带来那些灿烂的笑容，真的会非常非常感染你们，就是他们真的就是发自内心在对你们笑。希望迪士尼这边可以越来越好，然后来的人可以越来越多，传达的一些快乐的能量可以带给更多更多的小朋友大朋友们，还有也希望可以来自全国各地不同的国家的朋友们都可以来感受一下上海迪士尼的风光。对，什么声音？哦，静静，哇，好可爱！我们出去迎接嘛，走。阳光明媚风和日丽这一天能迎来我们 Team SH 出道100天，我觉得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连老天都在帮助我们，替我们开心出了太阳，是不是？然后非常感谢迪士尼的朋友们邀请我们过来玩，对，谢谢。希望下次我们还是可以有机会来这边度过我们更多更多有纪念的日子。对，那我们马上就要结束啦，就跟屏幕前的大家说拜拜吧，拜拜，期待我们更多，拜拜。